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编。那在上一个影片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不死鸟这个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哦。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玩家已经在那边集结了。那这个就是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候。好，那待会你会看到画面上这一只不死鸟，就是被封印的不死鸟，它会突然消失哦。那这个就代表说这一只不死鸟它已经被召唤出来，来，现在已经出来了齁。现在画面上哦，你等一下会看到两只哦，稍微有点卡顿，不过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把 ID 先把它关掉。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只是解放的不死鸟，然后右边还有一只黑色的哦。我在打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发现旁边还有一只啊。好，那反正画面上就是一共出现两只就对了。那这两只呢，基本上在玩的时候你要怎么玩呢？除了敌蒙之外，你要小心哦，这个小心你要那个敌蒙在你旁边哦。除了敌蒙之外呢，最好你看到这两只的时候先过去各标一只光剑。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标到一只光剑，它死掉之后它就会掉50的这个叶子给你，那两只的话就是100个叶子啊，不无小补。那打完之后呢，你刚刚可以看到哦，其实打完之后就会像世界王一样，它有一大堆的这个宝物会掉在地上。可是你看这个蓝装啊，它有掉落这个蓝装在地上啊，总共掉了三个。好，那刚才这个任务啊，其实解得很快。这两只不死鸟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强哦，所以它这个任务是非常好过的。那再说白一点，这个活动就是要让玩家在这个地方集结，然后有点打架的这种乐趣啦，可以说是一种乐趣啦。所以大家到时候在参加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有敌蒙的话呢，这个记得短兵相接要小心啊。那活动的唯一要件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这个点他的卷轴，原本下午去参加的那个活动嘛，就是上一场参加的这个活动哦，你必须要先去参加，你才会来打这个哦，这样子会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活动哈。好，那以上就是整个活动的这个介绍，那小编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要订阅加分享哦。